大家好，我是阿青哦。今天阿青又来到了这个斋月集市，100多档的美食，一天真的是吃不完，所以今天阿青又来了。最好是早点来，因为他们开档时间是下午4点到7点，总之早一点来会比较好。每天的人潮都是一样的多。这个也是酿豆腐。烤鱼。魔鬼鱼。鸡胗。黄瓜。放辣椒。天天圈啊，你打了鼓了那个呀，打了鼓了你也了。哎呀，天天圈。这咖喱煮的真的是感觉挺美味的，你看一下，很美。这么多东西怎么选择吃咯？太多了，我觉得140多档呐、啊。这个应该是啊，这个含水。这个是糖水，放一罐一罐的，你看。这个。这个是豆腐里面有肉的，不知道是什么肉，这跟那个印尼吃法一样，放辣椒吃的。你看。那在那里吃肉。啊，豆腐啊、哦。后来放那些馅料进去，再拿来炸。6块钱3个，12块钱6个。啊，后来放鸡蛋炸。
这个烤鱼是用那个香蕉叶烤的，那蘑菇鱼啊，烤的比较美哈，没有那个黑不溜秋的。你看在后面烤，它是煎不是烤。呀，我是用煎的，10块钱。这个全部都炸的，炸菇啊这些。还有收冬啊，小螃蟹、烤鸡，后面烤，鸡翅膀6块，这个属于鸡胸啊，鸡腿，这个是酱。用炭烤的，烤鸡腿，全部都是用炭啊。你输了吗？是有。这边是炸的，那这是各种菇啊，对，你看这里炸，哇，好多人排队哦。这个就买来餐吧，你看好多炸鱼啊，Hello, nasi satu. Ada. Ayah. Ayah. Nanti ala suru ke? Suru, suru. Suru ala ala. Ala ha. Nasi bungkus tiga. 我们要吃。哎，你要分的啊？就得了好多。啊，得了好多。得。Lagi. Ya. Boleh dah. Satu. Olah. Siap. Ini macam ni. Ha. Boleh tak? Boleh tak?
Banyak air nak pergi. Berapa ni? 12. Oh. 12块钱。输入安哥。我的哦。啊呀，路啊。你看，我有一块牛肉，一块鸡肉，还有菜，还有就是鸡蛋手剁，这样子才12块钱哦，我感觉是很便宜。今天是第二天来这里了，因为100多担的东西真的是太足了，可以说转了这么多地方哈，只有这一边的那个马来蛋的是最足的，就是斋月的时间，很多东西外面都是没有的。我们先试一下它的味道哈，我掺了挺多酱汁的，就好像那个纳西干大一样的，就印度饭一样的，它的饭会比较绵，你看一按就松开了，味道很香哎，它的咖喱味呢也不是很重，但是它的香味呢挺厚重的，这牛肉还蛮大块的。牛肉煮得很入味，咸香还带一点嚼劲，有点偏硬，但是越嚼越香，很不错。试一下这个吧，这个听老板说这个是属于鱼蛋的东西，吃起来呢很嫩滑，挺有弹性的。那么试一下它的鸡肉啊，炸鸡只能用咬了，这炸鸡呢腌制的挺入味，只不过它的皮呢被它炸的有点烧焦了，还是蛮香的。这炸鸡呢咸香又入味，只不过就是外皮有点焦，但是很好吃。这一档马来蛋的东西呢都是蛮不错，说实在的，味道，它的酱汁我掺了那么多哦，它有吃出它的香味，还有一点呢，就那个香味呢挺厚重的。越吃越多人了，你看，都在排队呀，你看，这个也是糕点了好多啊，还有糖水啊，红豆汤、绿豆汤啊这些啊，玉米水。有价钱的，你看4块，木薯糕、哦、在这里。凉乐糕，好多。原来马来糕点也是很多啊，就不知道会不会很甜。哎，你啥都不了吧你？第一个卤的，3个2块钱。甜甜咸咸的，但是很软哎，就是一种糕点，它里面有放椰浆啊这些，还有放色素啊这样子来做的，蛮香浓的，就是椰浆味。它上面一层是咸的，下面一层呢是甜的，所以就吃起来甜甜咸咸的。
是我见过最多美食的马来巴沙，丰富又多样。Mutton curry, chicken roast, Indian biryani.Ini dalcha, nasi dalcha. Nasi dalcha. Dalcha. Fry. Chicken fry. Order. 拿去切。Yeah, jambu makan. Jambu makan. Yeah, makan. Yeah.全部都是用牛肉煮的，你看，浇汤啊。本来想打包一包的，只不过他们有那个塑料碗，用纸袋装，我吃不了。牛骨啊，牛肚啊，牛腱子，还有鸡肉哦。他牛肉就放在面了。放一点汤，来，就一包了。这鸡蛋煎得很有食欲。这炸鸡，还有炸鸡脚啊，鱼。感觉都挺壮观的，挺好吃的感觉。美啊！哦，这个。Hari Raya ni ala ni ha. Hari Raya ni. Melayu Raya. Ya lah, Melayu Hari Raya. Lemang. Okay, boleh.它的鸡肉跟别人的不一样啊。
炸鸡一样的紫色的哦，纸包鸡那是羊羊九才一块钱啊、哦、四十一号啊、这里还有炒粿条啊，现炒的，你看。爸爸，爸爸，鲜果汁。啊，西瓜汁，甘蔗汁。李某，这一包就刚才榨的柠檬汁，一整包很浓啊，才3块钱，那很便宜哦，新鲜的果汁哎。挺浓的，这个不是柠檬水，这个是那个沙梨水。但是呢，就是太甜了一点，有太甜了一点，搅一下吧。它冰也不多。挺值的。好了，今天阿琴就介绍到这，下期再见。